今日7月11号啊，而家同阿仔食今日7月11号嘅最后晚餐。听日咧，阿仔就搭飞机啦。系啦，我哋咧阿仔问佢佢中意食乜咧，佢话食云吞面。点解就去到啊几间都散，好唔俾面。结果阿仔佢话不如我哋炸鸡啊，好耐都未食过啊。咁啊，所以佢开唔开心啊，仔？开心。系啊，但系想唔想翻香港住啊？少少。少想啊，应该啊，跟住想唔想去多伦多？嗯，好啊，去多伦多啊，仔佢话过一个新嘅生活 ，why not 啊？将来你啊去读完咗书，你去过翻嚟温哥华啊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系，有冇 miss 呢度啊？有，有啊，食得我哋少咧，衰鬼斗，好啊，好啊，仔，我哋一齐去食，好，记住早日翻嚟。祝你读书成功，天主保佑你吓，亦同埋家人过得开心。多谢天主。